扬声大师 Tyler Ryan 光之城将逐渐被人们所知晓。挚爱的人们，你们前方的道路已充满着勃勃生机与可能性。你们之中那些已完成光之道路初步工作的人将开始收获回报，这些回报将作为灵性新天赋的绽放而到来。这些天赋存在于你们内心的深处，等待被发现、发掘与发展。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做清醒梦，在其中你可以控制，随后直接以你所想的行动。这就是那些已醒来并了解他们真实本质的人们体现出的一种迹象，一位自我掌控的大师。对于你是谁或你是什么，不再处于混乱的挣扎中。你明白，你是一位光之存有，而且你特别的选择在此刻来到地球经历这些时刻。为了贯彻你们的计划、目标和项目，会发现自己更轻松地达成那些直到现在都还被搁置的一切。你们将会惊异地看到其中的迅速，此刻在这个世界中所显现的。由于你们开始并完成那些一直被搁置的计划，此刻你们会发现自己能够精力集中并保持方向。你们每个人至少都有着一样天赋，能够以任何可能的形式与这个世界分享。你们必须相信自己，不管在头脑中看起来这些创造性的想法有多么的陌生或是古怪都如此。请向这些进入你意识中的全新想法开放你自己。在接收他们的日子里，迅速地记录下这些想法。每个星期至少回顾一次你的日志记录，来更新你的记忆。有时候，更多的信息会进入你的头脑，让你读取并对你记录的进行回顾。也请记录下这些信息。随后在你每日的生活中开始观察由他们显现所带来的同步性，而你的指导灵和天使团队也会前来支持你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每天你们都必须为此寻求协助，并意愿在这些降临在你身上的信息上跟随指引。伴随着更高能量进入到地球的大气中，人类的集体意识已经获得了升级。那些对这个宇宙中所发生一切毫无概念的人，正在他们心中制造大量的混乱。他们的生活感觉仿佛自己被翻了个底朝天，上下颠倒，而同时他们正努力理解为何是这样。这些人正转向网络去寻找答案，同时他们也正发现这些充满爱、光和鼓励的地点。而这些一直由你们之中那些与自身神圣使命和目的和谐一致的人所建造，同时早已准备着成为线上的光之灯塔，去协助那些发现他们自身道路的探求者。你们光之中心、光之城，自此以后将被看见，并且被一股不断增加觉醒人数浪潮所寻求。你们在这颗星球更伟大的角色此刻正在揭晓。作为一位代表造物主的大使与信使，你们的任务是闪耀自己的光，作为世界余下人们的榜样。你们的内在光芒必定会在你外在的显现中凸显出来，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更多被看见。这些时刻对你们每个人都呼唤着更大的责任心，因为你们所力图的是表达这个世界的更高观点，你所希望去创造和维系的。你们便是这些正创造它的人。不存在其他人，仅仅只有诸如你们这些愿意稳稳地处于自己的光中，处于你的真理中，每日成为它的人带来。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继续成为道路的切割者与开拓者，现在不再是时候固守在你的荣誉中。你们已经毕业，你们已经通过了启蒙的测试，现在你们的工作在真挚的情怀中开始了。我们承诺它将是充满着永无止境喜悦、和平与幸福的工作，超出你们之前所经验过的一切体验。当每个人源自更高维度的观点操作，生活真的就会在每日生活的所有方面体现出如此更多的轻松、更多的满足、更多的扩展和富足。为了维系与落实更高存在的境界，请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去达成。由于每日都根植在你自身的光中，宇宙之光也被锚定进入地球的核心，你们正支持着每个人去连接他们自身更高的观点。由于这种再连接变得更为频繁与显著，一种更伟大程度的觉醒将产生结果，同时人类整个集体意识领域都会被赋权携带更伟大的光，并知晓其中所蕴含的真理。由于地球大气的氛围充满着这种浪潮力量，携带这股赋权的能量，地球上的所有众生经由渗透作用都将被升级到更高的频率。在某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切实地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世界上越多的人能够生活在一种喜悦的状态并维持这种存在的境界，就越多地允许并赋权这颗星球上的每个人成为如此。在这个世界人口中所蕴含的潜力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功能层级，同时陈旧的形式方法和感知方式都不再运作。
便是在这个时候，富含灵感的创造性意识将在每个人的心中繁荣起来，而人类也将开始按照这颗星球最初的意图而生活。下周见，我是 Tyler Ryan。http://www.ethereumbosti.com/hilarion2015.htm 译者 U2 觉醒。